大家好，今天来给大家分享酒店里最新切黄瓜的方法。外形好看，炒起来入味好吃，真的是太实用啦，都来学学吧。首先将洗净的黄瓜去掉头尾后，对半切开，然后斜刀切块，再改刀切成薄片，现在大家来看一下切出来的菱形块，非常的标准。用这个方法切出来的黄瓜均匀好看，炒起来容易入味，简单又快速。下面我们用这个切好的黄瓜来做一道美食。起锅烧油，放入蒜片和小米椒圈炒香，下入黄瓜快速翻炒，让黄瓜均匀的裹上食用油，避免黄瓜与食盐直接接触而出水影响口感，然后加入少许食盐、鸡汁，再淋入少许水淀粉，勾成薄芡，使调料更加的粘附在黄瓜表面，最后再淋入一点绵油提亮菜品，快速炒匀即可出锅。一道清脆爽口的清炒黄瓜我们就做好啦，非常的入味好吃，喜欢的朋友赶快来试一试吧。